上猫耳朵，随着音乐摆动，哼上几句，五官清新的正妹直播主献上劲歌热舞，没想到不小心露出真面目。不会跳别的。哎，忘记开美颜了。精致容貌一秒变得衰老，多了不少皱纹，多了美颜的滤镜以后，宛如回春变小姐姐，模样差很大，被网友捕捉看傻眼，吐槽是要吓死我吗？也有人透露，这位直播主的特色就是故意让人家看变脸，制造话题，还猜测恐怕大妈脸和网美脸都是特效。大陆直播市场大，有年轻少女们趁着暑假打工，还掀起桥上直播风潮。大半夜拿着麦克风来到桥上开直播，仔细一看，两侧每隔一公尺就有一位唱歌的少女网红。就帮我招几个主播，工资保底5000起。原来大陆直播公司招募主播，开出每天播4个小时就有3000人民币的保底金，等同于台币12000元。每个月直播26天，保底金额3到6个月。谢谢大家的夸奖。市场大，直播界竞争激烈，过程中意外关掉美颜功能，简直判若两人的真面目，让网友直呼认不出，也惊叹滤镜效果太惊人。TVBS 的新闻，上面是洪婷泰报道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